淑文老师易经占卜，未来一个月我在哪一方面是女王？我相信呢，在女王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大家刚已经体验过了什么叫女王的气势。但是呢，这个问题呢，不单单局限于女生哦，其实男生也有那个王者驾临的气势。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。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在偶像剧当中，我们看到男主角呢正拿出钻戒来求婚了。请问你觉得那个盒子当中呢是哪一枚钻戒呢？好，我们来看，第一枚钻戒呢是一个梨形钻，旁边还有一些小配钻，感觉非常的豪华大气。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非常贵气的水蓝宝。第三个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是玫瑰金配上一克拉的钻，然后旁边有一颗小钻，显示出它的什么特别。接着就是一个贵气带两克拉的祖母绿了哈。那么你觉得这个男主角打开的那一刹那，应该是哪一颗钻戒呢？请凭直觉来选择哦。来，白宇老师。来，白老师。二号哦。对啊，男主角一定要跟我们现实的不一样，所以要很大气这样子。来，马菲斯，我选一耶，因为看起来最贵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我喜欢一号？我刚就看到一号，因为搭衣服很好搭。对，你老公送你什么？他送我一颗两克拉的，不是两克拉啦，20分啦，差很多啊，差很多，我在暗示他我要两克拉，对，对啊，都已经讲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要没有的话，生日在8月份，希望老公八月份，对，哦，快到了，OK， 思佳也是一号，那老师二号，一号，哇，一号这么的受人欢迎，来，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的关系，我喜欢绿的，我喜欢祖母绿，我都知道你喜欢四号，是不是年纪的关系？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，来，我们来揭晓第一个，那如果呢，观众朋友选的，我们来第一个揭晓的呢是，如果你选的是这一颗钻戒的话，那么下个礼拜在哪个部分会是女王呢？你在情感方面是女王，你能够操控你的另外一半的心思，让他整个为你奔忙，你想要什么跟他开口就对了啊。那么所以是两心相依，甜蜜依偎，所以女王指数是有80分的哦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我要开的就是前面这两位招财猫的，你们觉得这个很漂亮，很好配衣服，对不对？所以下个月在哪个部分是女王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下个部分呢在职场就是大赢家，是纵横职场，恭喜你们在工作部分就是女王，只要是呢有关你们的直播，一定都可以大卖特卖。那如果选到的呢，也不要。就应该是说，如果选到的观众朋友在职场上面也可以不要客气，你就大杀四方吧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第三，如果呢选的是女王指数的话，我们来看第二个，如果你选的呢是这个，这一颗是白宇老师选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呢这个好浪漫的，那么在下个月我们的女王指数其实是在身心平衡。为什么？可能最近的疫情会让你有点紧张，喉痘又出来了好多的，但是在下个礼拜或下个月呢，就觉得没有关系，反正人生就是这样了，我们就这样子的过去吧，身心平衡，然后我只要开开心心每一天就好了。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赌林哥了，我们刚刚就说你看真的开心，我们这真的就是建商老板娘的等级，好不好？老板的等级，来，祖母绿，恭喜你，本业或投资一把抓啊，不管是什么都很棒，这个就是真正的国王驾临了，恭喜！哎呦，白色给你跨步了，切了，绿色还两克拉，谢谢老师，好，谢谢来宾，加油，感谢您收看，拜拜。年轻人，你在迷惘吗？听我一句话，少奋斗30年，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，从躺平族变成人生胜利组，跟着星象趋吉避凶，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。年轻的朋友，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？详情请上脸书官方粉丝团。